从此以后，我就是大裙子的女人了。大美，哎呀，哎呀，哎呀，大美，你是要疯啊？咋的了？有什么不妥吗？我不就是随便脱个单吗？那也不能太随便了。大琴，哎，吃点儿。哎，大美来。哎呀，大琴哥，哎，你都冒汗了，哎，你是不是虚呀、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大琴啊，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啥意思啊？哎，这么热闹，你玩啥？啥时候的事儿啊？刚出一分钟。哎我去，厉害了我大琴哥呀。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大琴哥，你厉害了大琴哥呀。我的天哪，我说大琴哥跟爱谁谁。你上哪儿去呀？到你了你不知道啊？上小米粒啊，别给人吸去了，倒班了。啥玩意儿倒班？你过来。今儿天是不是挺好的？挺好啊。天好是不是心情就好？还行吧。假如要是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帅哥，他让你向他求爱、恳求、祈求，死皮赖脸的他都不同意。你瞪我干啥呀？你别瞪我呀。有一个帅哥啊，我死皮赖脸的求他啊，不同意。我就想问问你，这帅哥还活着吗？谁呀？小米粒儿，死皮赖脸。我小米粒儿，甭搭理他们，跟我来，我跟你聊两句。哎，你们接着玩啊，我做做他思想工作，看我的。哎，你俩进去干啥去了？不应该我进去吗？那是一个神奇的山洞。那山洞里有啥呀？行了，王小倩进去吧。不是，我进去还能活着不？哎，大美，一个二个都往里去，那山洞里有啥呀？哎，看命运的安排吧。小米粒，你别逼我了，咱俩不合适。这就是啊。小倩哥哥，难道在小倩哥哥眼里我还不算貌美吗？这、哎、哥哥，你我从小青梅竹马，我乃我家老姑娘，享尽荣华富贵，傻吃年睡，却从未珍惜眼前人。今日光棍节，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我家宝座，身为上门姑爷，从此双宿双飞，这样不好吗？哎，小米粒，我知道我对你好得不得了不得了，但是我真没有往处对象那嘎子想啊。哥哥，你说你没往那嘎子想、可是你却紧闭双眼、你若睁开眼看看我，我不信你两眼空空、你看看我，我睁开眼看你又能怎样？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要不咱俩处处看。哥哥，太优美，太感人了，脱单了，脱单了，这是一个神奇的山洞啊！恭喜恭喜，恭喜同学，脱单了，脱单了，上哪个饭店吃去？这都要疯吗？你们这都是要疯？你们这都是要干啥？什么要疯啊？我们不都是成功脱单吗？你咋回事？我咋回事？我能咋回事啊？你是不是该他小倩说的该你了？咋回事？到你了？对呀，那我啥呀？那我啥呀？
不是刚才说你打的赌说对吗？你不说呢吗、啊、要不是我俩完像那样完我这样对呀、啊、对呀、啊、完事你说这玩意儿从那边不管过那个老爷们儿第一个不管是谁完都是你家未来老爷们儿你说的吗？